If you want to be an actor, you must not be lazy and listen to your mother and father. You should practice all your talents because maybe when you're acting a short film or a movie, you might have to use those talents. 如果你想要当个小演员，你需要爱上表演。你需要那个勇气去搞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勇气，那你就试试看，然后你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介绍一下自己，用很短的，就把你最需要告诉别人的那部分，就大概一分钟。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姐弟，我今年8岁10个月。我喜欢做打鼓，因为它非常非常酷。然后还有艺术体操，最 hard talent， 非常好，因为我有非常多的那些 apparatus 呀、hoop 呀、ball 啊、ribbon 呀、clubs 呀。然后我以前还是呀一个 Chinese opera singer， 我以前5岁或者3岁的时候是个 model。哦。然后我艺术体操嘛，我们的老师让我们上 ballroom dancing， 就那个拉丁。啊 ，OK， 拉丁舞。所以你学过好多东西。对，非常非常累。有些 stuff 我 quit 了，因为我们就没时间嘛，我就不想 juggle all those。好，那我们请 Eric。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Eric Chang， 我喜欢演讲，我刚刚才演讲比赛，然后我也喜欢画画，也喜欢弹很多乐器，然后我今年11岁，快满12岁了，所以我很。期待我的生日，期待你的生日。好，那祝你生日快乐。啊，谢谢。OK，Jason。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陈科豪，我今年10岁，我喜欢打网球和画画，然后我最喜欢表演，然后。我拍了2部电影，一个是大圣，一个是王真真的演讲，我不太记住那个。对。然后我在大圣里面拍的是主角小尊，我拍的时候有点难，因为总会有很多苦。好，很棒，很棒。哎，我觉得你们三个哦真的很棒，听你们虽然可能不到一分钟，每个人不到一分钟，但是你们讲的内容好多啊，你们参加过很多的训练啊，学过很多东西，会很多乐器啊，会跳舞，会舞蹈，会拉丁，体操，京剧，哇，太棒了，真的是很厉害啊。对，都非常多才多艺他们。是啊，是啊。那个我发现了一个，他们三个共同的就是他们三个都在同一个电影，一个短片，那个宝珍珍里面都在。我跟 Chetty 像那个排过。你在里面，你们都在里面。是这样吗？戏是需要大量的小朋友，就是基本上都在，但是就是说可能重要一点的，有的是就是没有那么重要的。像这个戏里面 Chetty 就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是三个小女主的故事，三个小女孩的故事，
所以 Chucky 是其中的一个小主演，然后 Jason 是 Chaddy 的同学，对不对？对对对。你们是在同一个寝室里面，对吧？啊，不是同一个寝室，在那呀，他同一们个教室。寝室，他们是一个寝室的故事，然后 Jason 演的是一个就是欺负他的一个小男生，对不对？对。坏小孩。对，然后 Eric 是在教室里面的一场戏，是跟另外的一群孩子在一起的。是没有那么重要的那一个人。不过 Eric 在很多其他的戏里面都是主角，但是因为这个戏里面需要大量大量的孩子，所以我等于是，招了很多很多的小演员在这个戏里面。我知道那个片子，然后，我也看了这个片子，我完整的都看过，所以我觉得，都是那个美国电影学院的片子嘛对，FI 的，FI 的。胶片拍的。他这个戏，对，这个是用胶片拍的，而且它是纯还原，就是中国的场景。啊，对，那个啊，非常棒。他当时也对。问了我，制片也问了我找那个教室嘛。哎呀，我说这个找教室，那个窗完全都不是一个样子。跟中国的不一样，对，但是我后来看那个片子之后，哇，他们还原的真的很棒，然后里面的那种课桌，然后外面的感觉，走廊都很像，他们太厉害了，最后找到课桌是从中国运过来的，就是几，大概是上百个桌椅吧，包括那个校服，全部都是从中国寄过来的，就是走海运啊，还是空运，反正就是寄了很多过来。之后拍完戏，那个导演好好家里面堆的全是课桌。全部堆在他们家车库里面，全是课桌。后来他被他捐掉了。可以卖给那个好莱坞的那个道具房。哦，对，他后来捐给一个慈善的一个学校了，好像是。好了，我们不要跑题了，然后回到那个，哎，你们都刚才爱好很多哦，但是表演都是你们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是吧？对。我呢，我有两个最喜欢的，一个是网球，一个是表演。我也喜欢表演，可是我比较喜欢那个演讲的方面。哦，是吗？对，因为我，我也是，因为那是第一次我可以 meet the director 和什么。我最喜欢的 talent 就是 acting，因为它比我其他的 talent 还简单，因为我其他的 talent must use a lot of 时间和精力呀。哦，啊，你觉得表演是你最，游刃有余的，就是你。最觉得轻松的是吗It's like me on vacation.？OK，然后你说打鼓你也很喜欢，但是还是没有表演那么那个轻松感觉是吗？对，因为打鼓必须用你的 wrist 嘛，就非常累。但是可以发泄一下你的，有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打打鼓。去 audition，你们是什么感觉？然后被选上是又是一个什么？我去 audition 的时候有一点紧张，因为还没见过那些人，可是我在里面就可能就稍微放松一点了，因为聊过天了，在那个 audition 的时候，然后如果我被 pick 了，我会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被 pick 了有点很不容易，所以让我很开心。你参加过多少次？很多次，所以你很有经验了哦。还 OK 吧？你参加多了，你就不会紧张。也有。Jason，你呢？我也是有点害羞，但我 mostly 是很像那个 excited，很，因为我就想要见到我要跟谁合作的人。哦。然后我如果被选上，我也是会很开心，因为我像那个，如果我没被选上，我不能跟他们一起合作，我就会寂寞，然后我就不能像那个，像那个做很多朋友，
所以你很想，很希望选上了，然后可以交到不同的朋友，是吧？对，然后还可以跟他们一起来拍电影。那你拍戏的时候有交到哪个朋友啊？在大圣里边，我交到了，像没那么多，因为没有几个小孩子。但是你交到了演你爸爸的演员是吧？演我爸爸的是，我现在叫他包爸爸，我现在叫他包爸爸。他姓包嘛，在戏里面。对，然后我在那个黄真真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很多的朋友了，因为我们都是从像那个 Star Factory 来的嘛，我们都见过了。在拍摄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非常非常辛苦，因为我现在拍的这个好莱坞的电视剧，这些 crew members 他们 treat me like adults，我想哭的时候，他们又不给我时间，那我就他们给我搞 hair makeup 和 mic 的时候，我就慢慢低着头，限量感情，限量感情。有些化妆的姐姐他们问，Chichi are you okay? Do you need anything? Do you need help? Are you okay? 我说 Don't worry, I'm fine, I'm fine。我终于 director say action 的时候，我的眼泪和表情全部都爆发了。他们全部都被我感动了，和那个导演都被我感动。那你怎么酝酿啊？你怎么准备啊？我就想一个非常 make me sad 的东西，for example，亮亮老师给我推荐的《Life in Foxy》，sometime 我想那个 story 我就可以哭出来。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她也是在那个电影里演一个小女主。所以，Chedi，你说，拍戏的时候很辛苦，但是你还是能应付，你有你的方法，你可以很快就搞定这些事情。会不会有时候遇到真的是很难，压力太大了，会不会？有时候，因为我还没哭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我知道我没来的这个机会，我就不能给他们 show how good I am。How I could show my crying talents？哎，你好多方法啊，你可以想到一些悲伤的事情让你流眼泪，可以想到就是说啊，我一定要做好。那这些方法你是从哪里学的？我就是照我妈妈学的，因为她告诉我 how to act it out，然后我就慢慢想 what she said，然后我就一下爆发了，赶紧爆发了。那你妈妈也是演员吗？不是，不是。像。他非常 smart，他就一下看见怎么演，就会给我说。OK，所以他很聪明，他能够知道怎么来教你。对。OK，很棒。找两位男生也说说拍戏有哪些辛苦的地方。我其实觉得，哎呀，我的狗啊，我其实觉得没有那么辛苦，因为我觉得很好玩，有吃的，有一部戏还看了手机。可是，有一次有一个很困难的 part，就是我鼻子抠破了，所以我在演的时候会很痛，因为他们放了很多 makeup 上去。是本身那个戏就需要把你的鼻子哦，不是，是再我玩。在洗脸的时候不小心抠破了，对。所以你觉得不辛苦，很好玩。我觉得，如果我的鼻子没有抠破，那很好玩。有，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拍戏的时候是不能超过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你们说实话还好，除了那种就表演的累之外，时间上还是有保障的。你们不能超过多少个小时，3个小时要休息一次。Studio teacher 会帮你，会保护你。对，我有时候studio teacher 没那么严，会让我们延后一点时间。Eric。我拍戏的时候，我觉得很苦，因为有些时候拍戏我会受伤和什么，像 Eric 的鼻子抠破，我是在骑单车的时候，我一下就掉下来了，然后很疼。你拍什么戏要有这么多动作的？要骑单车，要就是那个，大圣吗？
对，大圣，大圣。但是你，啊，你有骑单车的戏。喂，那个大圣，那个骑单车，比那个自己骑单车还有一点难，因为不是我骑单车，I'm acting like a little kid，我就在坐在一个椅子上面，是那个包爸爸在那个哦，骑我车，知道了，我是。然后他看不到那个路，就一下子可能就像那个不小心，什么像那个不好的东西了，然后就掉下来了。OK，那你受伤了？没有，我只是像那个，我只是胳膊那时候有一点麻。我知道，是一个比较大的单车，对吧？你坐在前面。很大很大，你坐在前面还是坐在后面？我坐在那个包包的前面。前面，这个是在中国以前的话，很多小孩爸爸送小孩去上学啊，或者去哪里都是这样做的。小孩都是坐在单车的前面，自行车的前面的。是的，是的，对，所那以我没拍的是做那过，个时候的故事。我没做过。对呀，对呀，你应该没有做过，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坐的。不舒服嘛，是吧？对，有点儿不太稳。还有什么拍戏的时候好玩的事情？好玩的事情是，拍戏的时候，像那个，包爸爸那个把那个 makeup 泼到他的脸上的时候，看着很好玩儿，因为他的 makeup 是像那个孙悟空那个猴子嘛。然后很白，然后有时候把我一下就吓到很了。好玩是吧？Cherry 先说吧，说有趣的事情了哈。像我们讲拍戏的时候，很有趣的事情。Well, since in 我只能讲以前的事情，我不能讲现在我拍的 Hollywood 的 TV show，因为是个非常 biggest secret。Crew members 他们说不要告诉别人，名字不能告诉我，怎么拍。告诉我什么东西都不能。以前好玩的东西是 the speech。我以前头发 all the way here，哇，更长。对，非常长。可是 in the speech，我不是演一个小孩小叶子吗？我就必须把我的头发剪了。我记得我啊，我不要剪完头发，好漂亮头发，不要剪，不要剪，不要剪。后来还是剪了。我说 Oh my God，好漂亮啊！所以你喜欢长发，你不喜欢剪短。对，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从来都没剪头发。哦，那么喜欢长头发。那一次的话，你也是为了那个拍戏，所以不得不很伤心的剪掉了。对，就像我剪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剪，我说：“剪的还是蛮漂亮的呀。哦，后来发现剪掉也很好看，是吗？”对，因为我妈妈就给我来个 bob，插在我的短头发那里面嘛。漂亮，尝试了一下新的 looking。大油。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Oh yeah, I remember it. 我记得一个，A Young Tough，我跟 Eric 哥哥一起演的。I remember 我们一起 climb the roof, and slide down his shoes. 他的鞋子非常 easy to slide。然后我们一起玩那些 bugs，可是因为哥哥不敢碰那个 bug，他不哥哥敢，你敢。因为 in the scene 那个就是那个小孩子嘛，他那个女孩就必须要把它捡起来放在他的手上啊，爬来爬去啊那个那 bug，个是真的吗？拍的时候是真的吗？是真的，就像 the bugs like beagles when you flip over，it's frozen。Eric，你是不敢吗？你怕吗？是怕虫，所以我在拍的时候，有到那个 scene 的那个时候，有一点害怕那个阶段，所以我看到那个 Chaddy 他摸那个虫的时候，看起来好勇敢，然后我看起来好 weak。所以你看到他感动了，接着你也慢慢就不怕了，哦，我还是后面还是在怕。对吧？我看过你那个《Young Touch》，就是你们俩演的那个。对，哦，那个 Chaddy，你是遮住了一个眼睛。
是有个眼睛有问题吗？Eric，你知道吗？他的眼睛是不是好像是遮住的？对呀，因为我觉得还我忘了那个东西，对，他就是有一个眼睛遮住了。然后你是演哥哥吗？我是演另外一个家庭，可是就是住在他们的旁边。住在一起，邻居，neighbor。neighbor 对。OK，一个上楼顶，还有一个是在他在家里跳舞的时候你在看。哦，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有那个摸龙虾的那个在鱼缸里面，然后他们第二天就死了。死掉了。对，可是也那个我不怕，我就是怕虫。龙虾你不怕，大的你不怕，小的怕。对，我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可以讲给你们听吗？可以啊，可以分享，请所以说。我才演的那一部戏，我有那个要坐车的那个 part，就是妈妈要带开我到那个学校去，所以有那个警察呀，他们 hire 了一些警察，所以我们开过去的时候，那些警察就叫那些开车的人不能动，所以我觉得很酷。然后有人想过的时候，他们还扒他们，很酷。那个是拍的什么戏？是什么时候拍的呀？那个叫《Stay》是10月多份拍的。哎，刚才讲到那个《A Young Touch》，Chedi，你在演那个会跳舞的小姑娘，对吧？对，我那个时候还没学那个 ballroom dancing，所以妈妈在家里的时候就给我练习一些恰恰，她编起来的恰恰。那为什么那个小女孩眼睛是有个眼睛是遮住的？好像他不是失去他的妈妈了吗？肯定就戴的这个叫 for cool。我以为她的眼睛有问题呢，她是为了更酷。Director 没说，然后我又没问。但反正就是她一直戴着这个，对，有些人说他的眼睛是 like this，一个眼睛 is like 也 this and 是 one。斜的，对。歪的。I can't do it。我觉得这个是叫 a young tough，不是 touch。Young tough，young tough。OK，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就是一个很顽固的孩子，是吗？对，他就 is like very brave. I remember the funny is that I get to eat lollipop in every single thing scene. And then 第一个时候，那个歌。Eric 哥哥刚刚 meet me 的时候，第一个 scene was 我在摔 pop on the floor, like it makes a very loud sound when you throw on the floor. Make a noise. Yeah, on the roof. She's standing on the roof, throwing it down and making such a big sound. Like she never cares if anybody say, "Hey, stop doing that. You have to breathe that." She's still doing it. She never. Tough girl. Tough girl. Yeah. 我有一个最喜欢的 part，在这个 movie 里面，就是吃火锅，因为别人在那个我的妈妈和爸爸演那些妈妈和爸爸，他们演的特别用力啊，还得踢脚啊这些，然后我就在那里吃羊肉，吃火锅，我觉得很爽。是真吃吗？是真的给你吃了？真的吃。我还记得 one scene is Eric 哥哥来那个小孩子家，那个小女孩的家，然后他爸爸让他坐下来吃饭。我们在 at the last scene Eric 哥哥躺在地上说：“我饱了。不能再哭好吃了。青菜，青菜。I don't like to eat meat, only lettuce。所以，Chedi，你很多经验哦。那假如是真的，以后拍那种吃东西的戏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是不是不能真的吃那么多？如果吃那么多，一直没有，一直 NG，一直 NG 的话，那怎么办？后面你就撑住了，就吃不下了，就要假吃，是吗？我又撑住了，因为 before 那个 scene is me and 哥哥 actually eating lunch on set. After 已经错了。
when we're eating lunch, we go there on set to eat. So me and him didn't really eat a lot. 我还开了车子在那个那一部戏，是假装有很多人在后面推那个车，很酷。可是我就是在那个 driver 的那个位置。Before director 他们找我的时候，他们本来想要一个比 Eric 哥哥更大的小女孩。嗯。对，可是他们看见我 in the speech， 看见我演那个吃橘子的那个 part， 吃橘子，他们觉得我吃橘子非常有那个感觉，他们就把我选了。That's why Eric, you're driving the car. Eric 还演过吴亦凡呢、啊。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搞啥呀，我就是在那里跑了一个步，跑了一下步，但是你演的是个小吴亦凡。对，我还记得 in a young top， Eric 哥哥 in one scene， 他并且把他的头发 up like use gel to 把它搞 up， like with gel， 弄了一个很酷的样子是吗 ？Yeah， like very very long， wait like a mohawk， like no， all my hair go up， not just the middle part。Oh， all hair。Like you got stung by electric. Electric. 我在问你们啊，之后你们在演戏的方面，你有什么想法？想要演什么样的电影啊？想要演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想要演我。好。就是 ，This is gonna be kind of like 这个会像那个很像那个。好玩，因为我最想要当的像那个人角色在那个一个电影里面是吃饭的一个。刚刚还说那个吃饭的戏，你就所以你想演一个在吃饭的，一直在吃饭吗？整个电影都在吃饭吗 ？Because 我是要拍电影拍的很长时间，不能吃那么多东西，就。我就想要像那个吃更多，好好笑。那下次如果有哪个拍吃东西的，我找你哈，好吗？嗯，OK， Chandy。我以前我就想一直演 like Harry Potter Wizards 电影，我非常看好了，因为。我先看好了 Harry Potter 的时候，我就哇，我好喜欢这个啊 ！So many magic wizards, witches. 嗯。The fly all the way. Yeah. 好，你最想要演这种魔幻的，会飞的，有魔术 magic 这种的。会，那个 adventure like.Science, like you go out and you go somewhere in a cave, and the little girls or little boys team up and then search things in a cave or anything. Like a magical things. Mr. Harley. Yeah. 那个我还想到了一个我很想要做的一个像那个一个主角。嗯哼。我也很想吃饭。那还有我很喜欢像那个一个 sports. I really wanna like.我很想 be like a， 一个 professional like sports like guy in a movie。网球手吗？网球手。对，可以，还是足球，还是篮球？我就想要像那个打球。嗯，有机会啊，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你很喜欢网球嘛，对不对？可能会有一些故事，就在讲一个小时候就很喜欢打网球的孩子啊，然后你就可以，哇，一显身手。对，我爸爸每天都带我练网球，然后我还上课。我想演一个像一个古装戏，因为我长期看那什么韩国的古装，然后我觉得很酷，然后我也想在里面。啊，你想演古装戏。古代的人是吗？对，然后如果我不能演那个戏，我还想演一个什么讲演讲的那个
一个。上次那个黄真真没有让你去做那个演讲的部分，就可惜了。我是女生。Cherry 还有什么？Actually, if 我不能选上一个 Harry Potter，就像 Wizard 和 Adventure 的 scene，那我就会学武术，然后我就会拍一个像 Mulan 的movie。哦，木兰，木是不是？你有在练武术吗？马上准备开始了。马上我练。你也在练，然后你可以学习自己去写剧本的，然后你写剧本的时候就按你自己想要的角色去写，对不对？是吧？你想演那个魔法Wizard，那你就写这方面的，然后写，你就写的哦，哪个导演发现哇你写的真好，然后就把它拍出来，然后找你来演，那不是很好吗？又那编又演。那个会多长时间啊？你可以写很短的，你可以写很短的，你可以写几分钟啊，2分钟、3分钟都可以啊。你可以找同学自己先拍。Yeah，you can do a short video。像 sometimes inspired by J.K. Rowling's book Harry Potter 那个 author，我就非常喜欢他有那么多的 details that what they do 和他们的 magic spells，我就非常喜欢。对，当你在写的时候。你就会去找很多的，你会做一些 research，你就会知道很多 details，然后你就会变成写得很专业了。Eric，你刚才举手。我写了歌 before，可是然后我最近在学校要写一个故事，我也想写古装。对啊，那你就写吧，我期待。看你写到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Hopefully 好看。写好了，你可以找亮亮老师帮你一起拍出来，或者排练出来，可以是在 stage，可以表演，不，先不用拍也可以啊，可以在 stage 表演嘛。可以呀、可以呀、对呀，他们很多想法嘛，其实真的，他们可以把想法。总结起来就排一个剧，或者最后是，而且我觉得小朋友的思想是特别天马行空的，就是他没有不会按照常理出牌，往往这样子的话会更加吸引眼球。对，他们三个很棒，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对，有时候就是，尤其是演员，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从小朋友身上学很多，因为对。他最本真的，就是最直感的，就他们不会想很多，然后就是很本色的去演一个人物。然后像我也经常会看一些小朋友的戏，我觉得哇，怎么这么棒？就是真的，就是非常的有感受力和想象力，就大人很多是做不到的。没错，好，感谢三位小朋友，然后多谢你们的分享，然后下一次你们有什么好消息，有拍了什么戏，或者有什么好的分享的东西，有什么故事跟我讲好吗？那个他们。Mr. Farley，切，你说，那个，我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消息，我现在拍的好莱坞的电视剧，第一集我的 first episode 快出来了，about 5月份就开始出来了。是在哪里看Fox。？Fox，OK。所以下次再见到他们，就是说不定在那个什么 Grammy 不是对奥斯卡的那个颁奖典礼上面，The best actress is Chatty Chang，对吧？对啊，真的，期待看你们的作品，然后你们获得奖。他们现在三个人的电影都在电影节上，所以应该会有很好的成绩，因为都是非常高质量、高制作的电影。喂，期待。Mr. Harley，很多像那个人想要当小演员，我想要跟他们说一下话。哇，你太棒了！我想要问的问题，你都帮我想到了。真想给他们说几个话。好，每个人说一句。如果你想要当个小演员，你是要爱上表演，
你不能就像那个，就哦，我就当小演员，哦，我就做完这个就得了，我就要这个钱，不是的，你一需定要要真热的爱，爱上这个表演。要热爱这个表演，对。热爱你喜欢的那个表演，比如说吃饭，喜欢吃饭，你肯定会演得好，对吧？然后你还是要学习。Eric，来吧。我觉得，我想跟那些没有当小演员说，你需要那个勇气去搞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勇气，那你就试试看，然后你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好玩的东西，也可以，跟那些导演这些人接触。要有勇气，对吧？不要害怕，去尝试就好了。Just do it。好，Chenny。我想给想当演员的小朋友说：“If you wanna be actor, you must not be lazy, and listen to your mother and father. You should practice all your talents, because maybe when you're acting a short film or a movie, you might have to use those talents. When that chance comes to you, it's all yours.” 很棒，分享得很棒。不要太懒惰，对吧？要学习，然后学到的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是这个意 Very serious，都是可以用的，acting 上面都是可以用的。也要。好棒，好棒，太棒了！还有吗？还有补充吗？好，没有了。那我们谢谢你们，我们下次再见吗？Okay, bye bye, Mr. 拜拜，take care。Bye, Mr. Harley. 谢谢谢谢。Bye, Mr. Harley. Bye.